当您拿到 Mavic 的时候，它已经是完成对频的状态。一般情况下，不需要用户自己操作。如果您的飞行器和遥控器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，那么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对频操作。首先，开启遥控器，再开启飞行器。在 APP 中进入遥控器设置，点击遥控器对频，点击后会出现滴滴的提示音，此时用尖状物按戳一下对频键，提示音停止，屏幕上显示对频完成，点击确认，对频就成功了。感谢您的观看。